北京烤鸭可好吃了，真这么好吃吗？我尝一下。哎，你买什么呀？给我拿个游戏机，我要玩坦克。行，给。好。哎，小唐，电池给我放一下。坏了，电池卖完了，忘了进了，要么下午着你再过来拿吧。 那我先拿点吃的吧，我看你新进了不少零食呢。小曹，我跟你说，在抖音搜索抖音 CT， 一起为美好生活打 call， 点击话题进入线上游乐园，快来和我一起体验1560小时的快乐。这一口酸也太酸了吧，小曹，我下午再来吧。